尊重给我们啊。这样嘛，脚不倒就可以。不是，我们是代表自己啊，代表自己。不是这样的，拿一个啊，然后谁拿？那最后一个拿的不是很惨？哎，抽牌不是可以抽牌吗？抽牌，那边有牌啊。好，可以。行好了，这一人发一张，最大的先抽，最大的。多。谁发最大的？退最大是吧？不对吧 ？K 最大，我最大。我觉得这样应该比 K 大吧。我倒。抽牌吗？可以抽牌吗？你可以抽最右牌啊。行好了，釜底抽薪。哦。我一下就倒多。哇。哇。哇，有点过分。你说 K 最大。哇，这样玩的吗？倒十。倒十。我先抽。哎呀。哇。你可以抽。我一下就倒了吧，要倒，这个一拿就倒了。这个要倒，这个要倒，这个要倒的，倒倒不倒呢？会不会倒？对啊，你拿这个塞回去了，没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你拿出来结束了，兄弟。哎呀，你拿上面的吗？直接你不是我这个位置拿手握下去，一个就不能放了。哇，你这个你放回去，手握下去不能放，不用放回去，你不放回去，不用放。这个也不行，没了，完了，这个真不行，没了，这个真的不行啊。33可以，33绝对可以，拿十五，别拉屎，我感觉31可以，31可以，妈呀，这个31是疯了，这个对，你拿弄松，拿十，你33也可以拿，31、33都可以拿。输了的就那个走下他，到那边或那边唱，就那就要，对，给大家看，大家看我，又来了，哎，这波应该是倒了，不行，妈必须得来点狠，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在复习动作了，这个时候走一走，哦哟，确定吗？没我的事了。我其实抽到嘉哥，嘉哥可以了，哎，到我了吧？哎野哥最害羞了，野哥13、14、15拿一个走了。野哥，三搞要跳要了啊！四一可以，四一可以。希望大家还是保持着舍利的和惊喜感，好不好？哎呦！
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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